所以今天我特地飞来 RWB 的 HQ 看 RWB。Take a strike, 到此一游。Welcome back to The Cast Drive. 我是 Angus， 今天是 RWB 2024年的最后一个 build， 第六个 build， 也就是 Malaysia RWB 的第14辆。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最后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最后一个 build，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record 下来。下一个出现的 RWB 不知道是几年过后啦，带你们来到这个 Craft Lab 看一下 Craft Lab 的997，这里就是 Craft Lab。Hi bro， morning。Morning。Thank you again.Yeah, 这两是一辆997，我们第一辆看的997，它是 Turbo Cabrio， 这辆是没有 Turbo 的，所以你看到这个 body 没有这样 wide， 看它做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因为第一辆那个 wide body 哦，因为它是 Turbo body 比较 wide 了，然后它再放那个 body kit 下去就变了，那辆车更肥。所以今天这辆有一点不一样啊，它的 kit 全部在这里，然后这辆最特别的就是 Malaysia 2024年呢、啊，它是唯一一辆有 air suspension fitment engineering， 银色很漂亮这一辆 air suspension 在后面 ，bumper 在这里。这个是 Rickman， 我们介绍一下这辆车。OK， 其实这辆车的 story 不是很多。我们两年前有一辆997 as a project car， 我们做完之后 project finish， then we sell the car。Only recently 叫 RWKL， 他跟我们讲他有一个 slot for RWB， and then just in time after COVID， 马盖山他 launch 997 RWB 嘛。It's actually between COVID period 啦 ，that's when we launch the 997 for RWB， 有机会做 RWB 等什么？我们买这辆车的原因本来就是要拿来切的，我本身。已经跟 RWB 跟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如果我要切 A 库 911 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点 wasted 啦。我们是打算切了，我们是拿来加的。我们已经 plan 了，今年年尾我们会去 Bangkok that's right。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做过，把 911 直接加去 Bangkok 回来补贴 up and down。That's why 我们 get Fitment Engineering， 他们是做 air suspension from Philippines。We saw the system 很好，它的 air suspension 很快，他是本人，他会过来帮我们做 setup 全部东西。说、so, 我们要去什么高的地方啊都可以、，even though it's RWB。Required body， yeah。这些 set 是它已经 fix 了，还是可以 option 选其他的 body kit？ For 997它有两种 white body， 所以我们是选了最 white 的，然后会比那个 runner 的 white。它是 turbo， 它本身它已经 white 了的，可能有一点的分别。然后另外一个可以选的选配就是它的 spoiler 咯，因为很多 RWB 都是大尾翼啊，我们就选择用 ducktail。啊，不是 ，sorry，wheel tail，wheel tail 就是 back to 过去那 night disc 那个 turbo 那个 style 的 wing， that's why 我们比较喜欢 classy 啦。然后一定要有 spoiler 了吗？对 ，spoiler 可以有。不一定要大 ，then 我们这里 craft fit， 我们本身做很多 Porsche， 我们对 Porsche 的要求很高 ，not a very big fan of loud color， 绿色啊，黄色啊，还是比较显眼的颜色，所以我们就选配 GT Silver for Porsche， 这是 original Porsche 的 color， color code original Porsche， but 这辆车 repainted into GT Silver， 我们的轮毂也是 silver color， 我们是 prefer something classy， 这个 wheels 也是 from RWB， 不是，这是我们是 custom Porsche， 车灯 top standard， 不是改 RWB， OK， 这个灯。是我们拿去 restore，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要拆来做嘛，拆了那个 cover， 不如直接放 RWB logo。是 engraving 嘛？不是，因为我们 craft 是做 sticker 的， so that logo is sticker 。Yeah， nothing much 啊，engine 大概是 stock， that's all 然后我们 reupholster 那个 interior 咯。Interior original 是 espresso brown， 很深很深的 brown color， 我们就觉得有点旧了，所以我们直接里面 interior 全部 reupholster， 我们就是比较喜欢 classy， 比较耐看啊。如果你做一些比较奇奇怪怪颜色啊、哦，很快你会显得 try to go back as close to what Porsche is as possible。然后我本身我很喜欢997， to me 997它是一个 perfect bridge between analog 跟 digital 的 era。Before 997是996，如果你坐进去996啊、哦，你会觉得那辆车有点旧，我知道有些人喜欢比较旧，但我本身我喜欢997 ，because 我长大的 era 就是997。Okay, thank you, Rickman. Thank you. Looking forward. Okay,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马开山路康。四点多。Okay. Okay.今天的那开山的发型比较帅一点，他没有戴 headband， 之前那几天还有戴 headband， 这样子才是那开山。
那开上一来就要找他的轧仓出来先，拿完工具出来过后他就要开工了。现在是11点了，11点他开工，第一样东西会做什么呢？就是 bumper 上面那一块东西 add on 的一块 body kit 上面来的啦。就前面 bumper 一样，前面 bumper 也是没有换，他只是粘这一片东西上去了，就是这一片东西。就现在他在坐在那个网，可以看到他在敲那个边边，敲到 fit 那个 size 过后就开始粘住。现在先要敲那个 shape 出来先，然后剪剪他的边。今天他没有戴黑边的这个发型有点帅，不懂他是自然卷的嘞还是去电卷，而且头发的颜色也是跟我有一点像，我觉得我可以再留长一点了，跟他致敬一下。你看我的头发颜色跟他头发颜色是不是有点像，一样颜色。我们看一下阿开山用的 bag 是什么 bag 来的，你们找到吗？找到的话记得 comment 在下面给我知道，我要买一个。这种 spoiler 先，这个 spoiler 没有跳啊，鲸鱼的尾巴没有跳， brown color 那一辆就没有这个 spoiler， 没有放 spoiler， 就这两会比较好看一点啊。每一个 RWB 在坐车的时候，其他的 RWB 车都会来这边捧场一下。今天这辆997会跟上次那一辆997有点不一样，它的 body 啊，它的 bumper 啊，可以看到这个免浆外，因为本身上次那一辆 turbo 的外 body 已经很外了嘛，所以今天这个放下去过后看起来会比较顺一点，没有这样子屁股这样大了。现在还在改那个 fuel cap 的 bracket， 然后放那个 fuel cap 下去，因为有放 white body 嘛，那个 fuel arch 外了过后，它的那个 fuel cap 也是要改一下，才可以放得进去。为什么它要把这个油盖改这样子开上来？是因为如果你 white body 了，它不能好像平时这样子开，五金店可以找到的那种 bracket。他上螺丝之前呢，他一定会把那个螺丝先放那个撸下去先，这样子锁比较紧一点，然后还要磨一下。看得出他的样子是很累的，很憔悴，其实不容易啊，两天要做好一辆车，要给这么多人看，你来试一下看啊，你看你做得到没有啦，有一点想要抱着他的感觉，太累了。除了他很累之外，我也是很累，每一场我都要赶过来拍给你们看。第三、第四辆没有拍到了，第五、第六辆我也每一天在现场来一下 thank you。现在的进展就是装了这个后面的 spoiler， 它的尾翼，后面 bonnet 跟它的尾翼，等下放下来我们再看有尾翼的997是什么样子。准备要做 marking 后面的 view arch 要切了，你们看它怎样做 marking， 用眼睛看罢了，有量尺量一下，眼睛看一下，粘个贴纸就搞定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要做什么，完全是靠感觉的。他做了几个点的 marking， 等下他要拉一个 arch 出来。Smooth， 对啊，等下他要切的位置已经做出来了，这个就是等下他要切的位置了。来了来了，切了切了。刀片不利啊，换刀片，连刀片都要敲一下先。切到一半他讲那个 aperture 不够，他要细一只眼睛看这些改了很多年的 RWB 啊，他们的这些收口啊，这些边啊，吸刃啊，全部都是还很漂亮，都没有讲有什么问题了啦。除了这个下面的 rubber 因为太低了，不适合马来西亚的路况，所以他可能那个字那个 rubber 那边会有磨到一点点，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很漂亮。这辆是964，这辆是993，993最夸张的993，直接 bumper 都弹掉了 ，exhaust。
路在外面的，这些车都没有驾的，都没有驾出来了，都是白眉罢了。可能一个月、一年才驾那几次罢了。车主就是喜欢拿来收藏啊，哎，翠灰不香哦，真的是拿来白眉，拿来收藏。做出来后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有砍过啊，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砍的工细不细啊，是不是？总而言之，它做出来就是一个艺术品，就是这样漂亮。这个切法跟九九仓的切法不一样，因为它太多layer了，漂亮。看到他这样子敲那个车尾，他喊就是。他应该是在调着那个 camber 给那个轮再往外面一点。要敲给他出来。上西人了，这一盘。擦了西人过后要包起来，用那个 iron foil。应该不是。不是，开玩笑，不要乱讲哦。你要这样子来解释它也是 OK 的、啊。很像吗？是那边东西很像吗？嗯，铝箔纸。嗯。脖子、啊？铝箔纸。铝箔纸。嗯。什么箔纸？铝。哪一种膜啊？铝啊。铝。哦 ，aluminium foil 啊。啊 ，aluminium foil，OK、okay。它有粘性了没？它的粘性靠那一个吸热。黑色的那一个，哦，没有啊，它上面车身那些没有吸热的，没有没，我家还是有 double sided。真的，可以拿去烤了，像烤鸡一样。最后要铁打两下钱。确实它的骨没有歪掉，虽然他是一个月入过百万的人，可是他还是选择在 rim 上面吃他的鸡饭，就是这样辅助简单。他为什么坐那边呢？他有冷气啊，他有冷气，他没有风。弄到我有点想吃 lean fried chicken， 我们吃 lean fried chicken 呢。放上去做 fitting 前，看一下那个位置对不对。这个 bumper 的设计跟上次我们看到那两个设计有点不一样，上次那个 bumper 那个 exhaust 上面有 tip 的嘛，还有那个 exhaust 的 cover， 这个就没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设计，或者有可能就是车款不一样，那是 turbo 的不是 turbo， 翻动锁螺丝，它也是有用 cable tie 的， cable tie 是万能的。不是每个洞都上螺丝的嘛，有些是用 cable tie 的。另外一车的，就放好了的后面 bumper 跟那个后面的 spoiler 尾翼 bonnet 就是这样子啊。都可以看到这个 white 就没有上次那辆997这样 white 了，还可以接受得到。然后其实这个颜色是百搭的银色，在什么车上都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耐看的，这个颜色很耐看，不会太夸张，这辆不会太夸张，可以。现在它装好了，前面的 view arch 还有后面的 view arch 装好，就是这样的样子，这个就没有这样肥了。这套 rim 跟这个车 match 到真的是刚刚好了，不会太夸张。
现在我们就看到这边了，现在是3:30这样，所以我们先走，明天回来再跟进一下，明天再 update 你们 OK， 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哎，明天再见，拜拜。就一天了，争取时间，因为这次不看不懂几次才可以看了。看到轮现在还没有放进去了，昨天我们走了过后，他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些细轮，这些 bumper 的细轮他已经做了， size 已经放下去了，这个 wheel arch 的这个 fuel cap 已经做好了，前面 bumper 这块东西已经放下去了，下面的 rubber， 下面 fan skirt rubber 已经做好了。来了，主角来了。他一来会做什么呢？拿电话出来先。包间里面有什么？哎，这么包间里面会有螺丝呗？西班牙，西班牙。包间里面有西班牙的吗？今天一来呢，他就要装那个卡纳，前面的卡纳。那个胶纸哦，它有一个弧度，它有一个弧度，只有他知道那个弧度是怎样嘛。OK， 我觉得啦，他是要把这一片东西喷黑色。所以你们看呢，刚刚他贴了这个 fan skirt 哦，它本来这一个黑色这一块呢是银色的嘛，它跟那skirting一样是银色的嘛，但这个是他临时想到的设计了，他就把这一块东西喷黑色，所以它看起来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而且它那种 curve 的位置啊，很漂亮哦，你完全看不出它是喷漆喷出来的。手工贴出来，然后喷出来了。对，我跟你们讲，这套 rim 配这个车身，这个颜色真的是绝配了，很干净啊！这辆车看起来很干净，很高级。像我们看一下它放下来过后 ，air suspension 的那个姿态，弄得我有股冲动想要买997。调 camber， 然后给那个轮下的时候啊，因为 air suspension 嘛，它下来的时候呢，不要卡到它的那个 view arch， 它如果那个车身压下来的时候，那个轮就不会卡到了。现在我们在示范，如果那个轮压下去啊，会是怎样？扛了！哇哦！看那个轮。下到最底啊，也不会卡到那个 view arch。他会笑的嘞，其实他不是完全不笑的嘞，其实他是一个很可爱可亲的一个马格佬。这有一个最年轻的 RWB fans， 你是什么名字？我是凯威。凯威啊，你对 RWB 了解吗？了解。哎，你讲一下他的故事是怎样？他以前他是有一个 group， 他去drift 吗？他是 drifter。啊，他是 drifter， 然后有一个人 offer 他买那个930， 他就卖掉那个AE86 来买那个930。他说他没有 AE86 啊？还没有。没有啦。OK。然后他就做这个 RWB 哦，啊，就做到现在了。嗯。OK， 所以你今天来是为了看他？
啊，你看了几多场？看了 Hapsun、那个 Voyager 还有今天哦。三场啊，之后有签到名吗？有啊。之后长大后你要买 RWB 吗？要。你刚跟我讲你喜欢 Liberty War、RWB 还有 Rocket Bunny 呢？啊。哪一个改到最美？Liberty War。Liberty War， 你最喜欢 Liberty War？ 嗯。然后现在你是14岁。啊。你的 goal 啊，是你要多少岁的时候买到？30岁就还有16年。OK。那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改车。做改车。你长大后给你改我的车。可以。OK。可以。方便啊。开胃啊。OK。因为 Craft Lab 是做 sticker 的，所以他们自己做 sticker 粘下去。现在是 RWB Craft Lab， RWB CL。轮全部喷完了，给你抹一下先。你说什么 ？RWB 是现在。现在我们来看放好了轮的997 RWB 就是这样子，银色车身，银色的 rim， 这样子很耐看，很高贵。就现在这辆车还没有到最低的那个 level， 你们看到这条线了？这就是大概上讲哪来看的来闷的，说有没有歪？你们觉得有没有直？这样看。如果你们会看的话，留言在下面。反正你看那个胎压是斜进去的，不是直的。下了完就这样子。好、啊、来了、啊、来了、啊，要粘贴纸啊、哦！闭幕典礼啊！连这个 sticker 也是 silver color 的啊，整辆车 silver color。我、oh, what you do for living？ 啊、I'm media。Media？ 啊、yeah， media。嘿嘿。You from？ 听。看了两 RWB 的，哪一辆最美？我觉得黄色那辆最美。黄色哪一辆？那个在好顺弄那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车型做出 RWB 比较美，比较适合。个人见解啦，不要喷我、啊。喷我也是可以啦，你要 follow 我的。follow 你哪里？IG 啊，要放你 IG 出来吗？你可以放啦，不好意思，就是不要放，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我不好意思讲。你问了，不用紧，不用紧啊，接着放。不用紧，不管你有没有讲，我都不会放。啊 ，OK， 不用紧啊。坐在 RWB 里面，是你的车？我的车，平时有驾的吗？刚刚从博学山在那边坐出来。他们会可以收吗？这种改装过的？可以啊，博学 Classic， 他不会 reject 啊，因为你改装了 RWB 吗？我都是从博学山就出来了。用了有了几久啊？2015年改的。这个是第几？这是第三辆，第三辆叫名字叫9号 Rough， 外面那个爪哇纹就是9号 Rough， 就是9号的意思啊。可是冷气很冷诶、欸，冷气刚刚做好了。忘记叫 Class 三是怎样？因为很少见，它的 Ghost Stand 是打上面的，它的 Ghost Stand 是在最左边的上面。对对对，嗯，所以一下子太久没有驾了哦。
要想回头一下。九号有几辆？四辆。我先生在九号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做这两个 RWB 是有意思的，喜欢咯，就喜欢Porsche啊。啊 ，window 全部 OK， 全部做得很好，全部东西都是方向的啦。对呀、啊，你看，我天窗开方向吗？也是可以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体验 RWB。谢谢谢谢。那是我名字啊。Dominic， 谢谢 Dominic， 让我体验 RWB。全部 RWB 就在这边了。好，你们喜欢哪一辆？我们在下面。这个6月15号到29号的 RWB build 就结束了，然后我已经在这里超过一个10天了，因为一个 build 是两天嘛，6个 build 12天了，我已经在这边记录了超过10天的 vlog 给你们看了，所以因为下次的 RWB build 呢就不知道是几时，都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把它记录下来了，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买一辆保时捷，做一个 RWB 的保时捷来圆梦一下，现在回去努力做工努力赚钱，希望他还在这边的时候可以做一辆 RWB 保时捷奖励一下自己。So 看了这样多天了，我觉得不在乎他的做工好不好啦，他做工其实如果我是车主，我是不会在乎他的做工精不精细，然后做到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买了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一个成就，自己的一个奖励自己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摆设品啦，一个 achievement， 就这样子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OK， 我是 Angus， 拜拜。在拍啊，我在拍着你啊。有吗？真的啦，有啦。嗨嗨嗨，有。哎，拥有了一辆 RWB， 有什么东西要讲？昨天了，我两 个礼拜了，我两个兄弟，我了很多 buddy。多了很多一起驾慢慢的车友，跑不快的车，跑不快的车，本来是可以跑很快的啊哈。就如果一辆车有两三个，那叫哇，怎么无法洗劫啊？是吧？那你这五六辆出去的时候，你就哇，整群都是无法洗劫，整群都是无法洗劫，是吧？你 never walk alone。这个东西你 plan 了多久？去年发难的就很都很快一下喽。因为我是 right on 我 partner 的去年 ，OK， 去年就去年 payment 全部 done， everything done， we go by right， originally 那个的 schedule 是 February 的意思。Alright， 所以这是你的 achievement 啊， one of the achievement， achieve 了啊。To drive slower。What next？ Overland， Overland、啊。加这个 Overland 啊。讲 What's next 吗？我们要 Overland 要多一点 Overland。没有说你是会加这个去 Overland 的吗？不会啦，对啦 ，Overland 会加这个去 track， 会加这个去 Thailand drive。OK 啦，我们这边来一个 interview section 啊，可以跟你讲一下这个车的 story， 它的 history， why this car。So see you next round。Yep， 拜拜。上两个礼拜我们看了很多 RWB 嘛，所以今天特地飞来 Tokyo 这边看 RWB 的 HQ， 看 RWB。首先来看这边有一辆993，这辆不知道是哪开山的还是谁的。这里有辆老奔驰，这边997。我们看哪开山自己做的997啊，在他自己的地方做的997有什么不一样 ？Location。特地飞来这边给你们看 RWB HQ 长什么样子。这边有辆997，什么的 RWB 哦，是左边的，它的 left hand drive 咯。这里就是它的做 fiber 的地方，全部都是它的 fiber， 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去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就可以了。就好了，这个地方是没有开了。如果你们要来这边的话，是要碰运气啦，看他有没有人在这里，有人在这里就会开门给你。没有办法啦，没有人开门，我们贴一贴这个 sticker 就到此一游了。按多一次门铃，看有没有人出来开门。没有缘分，我们已经看了他两个礼拜了啊，就是反正都来东京了嘛，经过一下就特地驾车来这边看一下。
Vegas Drive 到此一游。我们再粘多一个啊。สวัสดีครับ Vegas Drive 的时刻到此一游 OK 它的厂旁边也有很多 bumper 保时捷的 bumper 切下来的全部在这里看得出是什么车吗这块地笼是不是它的两大块它喝的可乐应该是没有人啊我看到拿开山它现在应该是在意大利都不在日本啊所以它的助手啊它的工人全部应该也不在店里面吧没有缘分不用紧下次我们再来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